父，我们谢谢你为着我们在个人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所经历的震动来向你献上感谢。主，我们想祷告你会来使我们放置在你所要我们在的位置上面。我们主将我们的冠冕放在你的脚下，我们不是要去求名利地位，主啊，而是我们要来寻求你要正要做的。主啊，你的灵正在寻找一个安息之处。主啊，我们不要沉睡，我们希望你来的时候我们是警醒的。主啊，我们要来寻求你的心。主啊，主在你现在在身体里面所说的，主，我们祷告我们不再是一个只是反应的回应的一个族群，主，而是我们是一个主动的。主啊，你国度的真实在这个时候，主啊，主，你的天国会来是在现在，在我们的这个世代里面，主啊，你会进入，在这样的日子里面，我们完全的来降服于你，降服于你的带领，降服于你的时间，你的旨意在这时候要成就。阿们。